Hey,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播商恩。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井怎么融入三者说。井这英雄呢，经过了一个调整呢，一技能的伤害呢稍微调低了一点，取而代之的是呢一技能的魔力消耗更低，而且呢射程更远。这也意味着呢井在前期的对线会更加强势，毕竟我们可以翻滚的次数多了不少。而这边的追加前期，敌方虽然有克莱斯跟特兰纳斯两个人，可是对线呢还是打不赢我们的，而且呢克莱斯也加了治愈。这时候呢我们的艾瑞可以做两件事情，比如呢他可以去乱一乱敌方的打野，给他压力，这样子也可以知道打野的位置，他也不能够抓我们的队友，这个是比较好的做法。第二个做法呢，他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蝙蝠侠一起完成中野府联动，一起抓人。然后呢我们说说我们这套出装，奥义呢是可以带射手的一般奥义哦，就暴怒五个精灵五个夺萃跟龙爪。装备的部分呢我们将出以这场的敌方的奎伦或者艾罗，一整套打下来呢我们都不会死哦，就算敌方有蝙蝠侠或者主卡也一样，何况呢我们还有翻滚还有瞬移。那这边很不幸的呢，敌方很多人把我们艾罗抓掉了，那教大家一个方法呢可以避免这个情况。辅助呢在对线的时候不应该在线上吃小兵，而是呢可能可以在附近的草丛，尤其是敌方要来抓人呢会经过的草丛，这样做呢除了能够提供视野防止敌方抓人，还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反蹲敌方，如果蹲到射手啊刺客啊那就赚大了。接着是我们出装的部分哦，一开始呢我们会先出物防鞋，有物防鞋呢跟射手换血基本上是怎么换怎么赢的。敌方的特兰纳斯叫瞬移，我们也有瞬移哦，这里成功大杀敌方特尔，而敌方克莱斯呢很长时间都在上路做一个保姆的动作，这样子呢我们辅助就可以跟队友创造一个四打三的机会。出完物防鞋之后呢我们会出角斗士战矛，还有上一把小把的破阵哦，以前期来说的输出呢非常足够，后期呢我们进一步把它合成天冲云。龙骨剑跟天冲云都买出来之后呢，敌方会连坦克都完全无法招架。之后的下一件呢我们出冰袍，假设敌方特兰纳斯第一件大装是出身剑，我们出冰袍呢跟他打架是怎么打怎么赢的，毕竟他射我们会感觉不太痛，而我们射他呢依然痛到爆炸，毕竟特兰纳斯可不会买坦装。而且呢井本身有个优势，就是我们大招，大招呢是附带物理攻击的斩杀效果，也就是说呢翻滚完如果敌方的生命越低呢我们的伤害会越高，那大招的话呢则要稍微瞄准一下，尽量不要空，当然也可以像这样来抢河鸟。那这套出装呢看起来好像很坦，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呀会不会伤害不够，其实完全不会哦，我们这一场呢打了三十几发的输出是全场最高的。那如果你是全攻击装呢，血量不好或者害怕敌方刺客的时候就会绑手绑脚，不太敢输出，甚至呢完全不敢往前滚。而像我们这一套出装呢有一定的保命程度，我们的血量呢八成以上都是安全的，因此呢团战的时候有更大的输出空间。而且呢以这个版本来说，非常多的爆发型战士，比如主卡十个的，不然就是一堆的刺客，所以我觉得呢这套出装相当合适。而且呢它跟传统的破阵全能武器的出装其实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我们把全能的位置改成冰袍。全能武器呢能够帮自己加速没错，可是呢冰袍能够把目标减速，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不管风筝还是追杀流人都有更好的效率。一个比较经典的连招呢就是先使用翻滚触发我们的冰袍法术之后呢，我们的二技能手榴弹就会更容易丢中，这样子可以造成双倍缓速哦，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开杀时间。敌方依然是两个人在上，这样子呢我们都有依然有很大的优势哦，可是克莱斯也跑不太开哦，他跑开的话呢就会怕特兰纳斯被我们单杀。说到单杀呢教大家一个井的小技巧哦，那是提前翻滚。提前翻滚的话呢可以储存5秒钟的强化状态哦，这样子呢就可以连续射两发强化普攻，正常情况下呢连续两发只要有一发暴击，敌方血量呢就会在我们大招的斩杀线。当然我说我是敌方的脆皮英雄，比如射手啊刺客啊法师，这场敌方的法师是阿莱斯特，幸好呢我们手还是比较长的，遇到阿莱呢再远远射他就好。而且呢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使用一技能的时候呢，如果范围有敌方英雄，还会触发井的跑速加成。那这样子的情况呢，井本身增加跑速，敌方被冰袍缓住，而且呢还要一直被龙骨剑射，我们可以一直吸血，一直降低一技能的冷却，是不是想起来就特别的舒服呢？
这边游戏时间才6分钟，还算比较前期，我们先把兵线能清就清，尽快的发育。这边我们队友赶到，我们先来推个塔，英雄赶走就算了。 OK， 成功拔掉上塔，这我们可以尝试帮忙拆中。有些人玩射手呢，可能会觉得很难飞起来，很难到后期，毕竟呢射手是后期强哦。如果你也常常遇到那样的状况下呢，你可以试试看多拆塔，毕竟呢拆塔的话你一定会洗掉很多兵线了，而且呢拆塔也是一个经济来源。除此之外呢，把敌方塔拆了，敌方的野区控制权就会变小了，我们也有更多的繁衍机会。玩景这英雄要记得呢，景是前期强后期强，中期呢稍微有点虚弱。举例的是呢主卡，我们前期呢主卡四等前我们可以轻松欺负他，可是呢主卡有了大招之后就可以一套秒杀我们，而我们刚上四等的一套连招呢是不足够秒杀主卡的。可是如果到了后期呢，我们的范古斯机会变得非常痛，可能两枪就一只熊猫。所以呢我们说中期是景的弱点，而这道触撞呢刚好可以克服景的中期。这边先在远处帮忙输出，追到奎伦想要追我们，我们已经把他缓速了，而且奎伦发现我们跑得比他快，血量还比他多，他就放弃这个念头，那我们就可以转杀他的其他队友。这边我们队友在前面扛住了，我们追上去，现在这敌方的阿莱斯特，然后这克莱斯应该是给他跑掉了，毕竟他有位移有护盾，那就算了。这边敌方死了3人了，剩下奎伦跟克莱斯，能找到个机会呢，赶紧把这个蓝 buff 反掉。这是我们跟奎伦单挑呢，是完全不怕的，就算站着点呢，也可以点赢他。何况我们不会站着，会一直使用技能。如果呢敌方的途径英雄你真的躲不掉的话，有一个做法就是往自己脚下丢一个二技能，把敌方缓速之后呢，瞬间一技能翻滚拉开，加上我们的冰袍呢，这样子就可以拉出一个距离。以我们警示要出撞来说呢，跟刺客单挑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非常有自信。就算敌方是科尼呢，卡或者纳克罗斯，这边游览呢确实比较舒服哦，我魔力瞬间回满。哦，中间这一波敌方抓了烟呢，我们先跟上输出，抓在后面的奎伦，然后是艾罗，这里还有机会呢，我们追上去，先收这个克莱斯。哦，克莱斯没了，哦，阿莱也没了。刚一开始呢，我们杀了奎伦哦，然后把艾罗打残的时候，闪电侠拿掉了艾罗，接着呢，连我们的克莱斯跟阿莱斯特。全都被闪电侠吃光了。那这样看一看呢，这套出装也是有一个小缺点哦，就是虽然生存力很强，可是呢瞬间爆发的伤害不够大。如果呢虽然买出破针跟全能武器，说不定呢一枪爆发会更大一点了。当然呢买全攻击装很爽很好玩，可是呢如果你被针对的话一直死也肥不起来哦，也就没有后期。这点呢就是要看大家取舍。我会觉得呢，不管这套冰袍还是另外一套全能武器的高爆发装，两套都是可以用的，应该呢是你个人的情况来调整。当然呢，不可否定的是，这一套出装呢有冰袍有龙骨的非常好玩。正常人的理解呢都是刺客杀射手，可是看这边呢，我们的射手完全不怕刺客，刺客连被刺我们还扣不到一格血，然后刺完艾罗的一整套伤害，我们的血量还是非常的健康。这波敌方加了不少技能。这时候如果我们都有没有再吃魔龙呢，敌方可能就要掉不少人头。先拿个红，射手拿红的效益呢很大，我玩大爷的话呢也会把红让给射手。我们确认过敌方的艾罗跟敌方的奎伦两个突击英雄呢对我们的威胁几乎没有威胁哦，那我们就可以一个人去带线。当然呢如果敌方的刺客非常有钱，假设呢你5000块，敌方的刺客已经8000-9000，这样子呢我们这套出装也是扛不住的，到那个时候呢已经不是出装的问题，已经是技术的问题了。这时候拔掉了中塔，接着我们把赛罗宾斯也带进去，乖乖帮吃个凯撒。 OK， 从下路进攻，跟艾罗在草丛哦，我们不确定有几个人，万一有阿莱斯特先不去。这时候呢辅助其实有个功能哦，尤其是游戏的中后期，辅助呢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扫地机器人，然后呢把草丛想象成地毯哦，来进行一个地毯式搜索。
这边我们血量非常的健康呢，就可以往前滚了。这时候唯一要注意的目标就是阿莱斯特，不要被他绑到就不会有问题。持续的消耗他们。OK， 艾罗冲了出来。哦，好可惜啊，最后被这个阿莱绑到，不然我们再一发大招就可以结束掉那个艾罗。持续的输出把敌方血量压低，压低之后呢，他们就要回家补血了。这一项射的不错。OK， 敌方的特尔已经挂了。好，这边再徘徊一下，看敌方的奎伦要不要过来被我们单杀。没有的话呢，继续射他队友。敌方艾罗已经残血，艾罗倒下。接着奎伦依然没进场哦。那我们就继续杀他队友。克莱斯也挂，箭射伤害呢也把敌方的奎伦打残，敌方五人全灭。最后呢，兵线进来就可以直接摧敌方的珠宝，结束这场游戏。以上呢是我带的反刺客装特安纳斯。如果喜欢影片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打开铃铛，也可以分享给喜欢玩景的朋友们。那最后呢，每个礼拜的1357，包括今天都会在 No Life 开直播，欢迎大家来一起玩。那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尚恩，我们下次见，拜拜。